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是头部受到严重撞击。刚才的第39届金鹰奖年度最佳人气奖得裴真，还真是冤家路窄啊！又是这个女人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了。我找你好久了，你去哪儿了？你不会恨我吧？怎么会呢？傅影帝的电影我都看过，演技真是出神入化，我甘拜下风。不过，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让你跪下，对我俯首称臣。拜拜。小心。气死我了，本来还想看。你看你刚干的事儿都上热搜了。我说你没事你招惹李幼苏干嘛呀？他是圈子里出了名的难惹，你知道现在传绯闻会对你的演艺事业造成多大的影响吗？哎呀，我可没那么闲，他们爱说什么就说什么呗。你这在挑战，在挑衅，在自我毁灭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还跟傅思辰说，总有一天我要让他对我俯首称臣。怎么样，我是不是超勇的？真超勇的，下去吧你。这萧年也太暴躁了，自己打车就自己打车呗。下去。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是头部受到严重撞击，幸运的话很快就会醒过来，若是不幸，怕是一辈子都只能是植物人了。抱歉。植物人。培培，都说不好。培培，好了好了，我没事了。培培，只要你醒来，你不管做什么我都让你去做。等等，刚才是什么声音啊？一定是脑子撞坏了，产生幻觉了。傅思辰，你来这儿做什么？我竟然变成猫了！小猫咪啊，小猫咪，你也是来关心培培的吗？不枉培培救你。给我抱抱，看我喵喵拳！谁也别想碰我！好凶的小猫咪啊！小年，你这个大傻子，你吃我一拳！小年，
啊，现在还有心情逗猫呢。嗯，你们好，裴侦探怎么样了？杰瑞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李小姐你来了。思辰哥哥，好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哎，李小姐，这是你的猫吗？啊，是杰瑞。我是他的猫，不要吧。我们家北北，我的舅杰瑞。谢谢思辰哥哥帮我照顾杰瑞，都怪我的司机太不小心了，才会造成今天这样的后果。嗯，不如这样吧，我愿意支付所有的医疗费用，我们加个微信。李小姐，李小姐，我们家傅影帝从来不加别人微信，他可能不习惯。谁说的？可以加啊。太阳从西边出来了。不过你得把这只小猫咪送给我。啊，可以。毕竟佩佩是为了他才受伤的，我也希望能通过他来唤醒佩珍。总算解决一个竞争对手。当初您说只是想吓唬吓唬他，可现在我们怎么办啊？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怕什么啊？有我呢。对了，把之前裴珍接的戏、广告、代言全都给我抢过来。他现在植物人一个，什么都做不了。还有啊，给我打听打听，傅思辰最近都有哪些通告？他上的我全都要上，我还就不相信了，跟他吵不成个 CP。嗯。思辰哥，得给裴珍找一个专业的护理了。男的女的？啊，男的？不是吧，你在逗我呢？怎么可能是男的呀？女的也不行啊。我来照顾。这不太好吧，你平时那么忙。我跟他从小青梅竹马，双方父母都很熟。就这么说定了，待会儿我会想办法。你不是还有事吗？嗯，继续忙吧。嗯，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就拜托你了，我先走了。你就这么决定了？你还没问过我的意见呢。你现在是我的小猫咪，还想跑哪儿去啊？真让我吃猫粮吧。本宫怎么可能吃猫粮？是堂堂顶级女明星，不能自甘堕落呀。要不就吃一颗，就一颗，总比饿死强吧。你来了。爸妈让我把这些年货带给你，还特意叮嘱我说工作不要太辛苦，常回家看看。传达完毕，再见。哎，等一下，哪有送礼不送进家门就走的呀？
你自己拿进去呗，我回家还有事儿呢。我想想啊，你这次又没在家待多久吧？找了个什么样子的借口呢？要不要我跟你家里汇报一下？傅思辰，那我就先……你关门干嘛？再怎么说我也是你哥，你爸妈特地跟我交代了，让我好好照顾你。你呀，大过年就别往外跑了。我又不是三岁小孩。可在我眼里，你一直都是。你看，笑得多可爱。是不是因为我太优秀了，让你一直活在我的影子里，才会对我如此排斥啊？你要不要脸啊？害怕吗？要不咱们换个动画片。我会害怕？不会，就这个。确定吗？我可是喜欢关灯看电影。关就关呗，谁怕谁啊。那开始喽。这电影真不错，不愧是今年的最佳剧情。你不是不害怕吗？完啦！电影太无聊了，我都快睡着了。是吗？那有个人影，哪就在那边。你笑个鬼啊。你呀、啊、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喜欢嘴硬，你要早说的话咱们早就结束了。我没怕。好，相信你傻妹妹。你今天一个人在家，你可别害怕。我先走了。怎么还没走啊？这外面天色可不早了。污点，耻辱，黑历史，他就是故意想看我笑话。我与傅思辰不共戴天，在这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耻辱和煎熬。我要逃走。他回来一开门，我就立马冲出去。现在要做的就是等他回来。他不回来，我绝对不睡。你是在等我回家吗？错过了最佳逃跑时机，睡觉我要干嘛？你往哪儿看呢？这是什么诡异的表情啊？你原来是只小母猫啊，难怪平时这么调皮，原来是还没有做绝育啊。
我带你去宠物医院吧。小猫咪，准备去宠物医院了？躲在这儿，他一定看不到我了吧？你在这里做什么呀？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，找不到了！嗯，嘿，原来你喜欢玩躲猫猫啊？谁有这闲工夫跟你玩啊？乖，一点都不疼。待会儿做完之后，奖励你一根猫条。谁稀罕你的猫条？拿给你！哎，看来今天是注定在劫难逃了。原来你是想去看望你的救命恩人。哇，香年这小子居然为了我这么伤心。这太惨了吧。应该陪你上自习。男主就是个渣男，就应该跟男二配在一起。香年。对不起啊，培培都已经这样了，我还在追剧。没事没事，也不能让你一直盯着培培一动不动啊。今天早上检查，医生怎么说？医生说培培的身体完全没问题，就等培培醒过来了。所以说，可以接培培回家了？接回家？我觉得这个可以考虑，这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啊。今天早上我想给培培擦擦脸，直接闯进来几个狗仔，然后被我给按在那儿了。那就不考虑了，接回家照顾吧。对，让傅斯辰带回家照顾我。哎，回傅斯辰家照顾，什么情况？如果斯辰哥你坚持的话，就这么说定了。我说的是回自己家，你们想什么呢？刚刚是不是有什么东西过去了？我看见一只猫披着床单。臭猫在哪儿啊？终于找到你了！我是 PZ， 我的妈呀！这是你写的？这儿不是霍格沃茨学院啊！你该不会是猫妖吧？PZ， 裴真，你是裴裴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，这太不科学了。你怎么知道我这儿有个胎记啊？我可没跟别人说过。我好像有点相信你是裴裴了。喂，思成哥。啊，猫啊，猫找到了。果然还是自己的地盘待着最舒服。拜拜。我们这样不告诉傅思辰直接回公司没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就说我又跑出去了。我又跑出去了啊？你更应该担心我交给你的任务。是我交给你的任务？千万别让我和我的
身体落入傅思辰手中。哎，佩佩，你和傅思辰怎么说也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，他照顾你一下没事的吧？哎，别，我知道了。傅思辰，他怎么知道你在这儿？快合影吧！哎呀，好巧啊！天哪！别，到底该躲哪儿啊？先睡去。啊，林小姐，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林小姐，照片我已经拍到了，接下来就是联系媒体发布，最后就看您自由发挥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哎，思辰哥哥，这一巴掌是替裴真还的。思辰哥哥，我哎，大家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都消气，消气。你说裴真的车祸是场意外，好，我信。但你趁着裴真昏迷的时候抢走本属于他的东西，是不是有点太不厚道了？啊？还有这种事儿？我冤枉呀，都是我公司做的，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够了，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，门清着呢。但请你记住，林小姐，虽然我父母不是什么手眼通天，但我相信以我父母在圈子里的人脉，想要封杀一个像林小姐这样的演员是易如反掌的。你说对吗，林小姐？抱歉啊，林小姐，打人是我不对，但我想说的是好自为之。啊！等，傅思辰，你给我等着！傅思辰，你居然这么维护我，好感动啊！第一次觉得你竟然这么帅。别动。除了我怀里，你哪也不许去。哎，思辰哥，我把小猫包的公司没跟你说，不好意思啊。思辰哥，我看你好像不太会抱他，他这样不舒服，要不还是我来吧。你会抱？哎，思辰哥，我看呢，这只小猫好像不太喜欢你啊。这强扭的瓜呢不甜。我觉得他挺喜欢我的呀。哎，使不得。臭了，身上毛也脏了，带去洗澡吧。洗澡？佩佩，小年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年年，你再努力一下，你救我出去。对不起啊，佩佩，臣妾实在是做不到啊。来吧，小猫咪，水温刚刚好。我不干净了。你得要躺回去哦，我们把屁屁也洗干净。屁屁，来，走开！连主人都不让碰，为哪只小猫咪守身如玉呢？不听话的话，是要被送去做绝育的，知道吗？不是吧？又来？那你洗吧，还是这招好使。哎，佩佩，你没事吧？你赶紧想办法把我变回人吧，我实在扛不住了。抱歉，我现在不想聊这件事情。可你需要给公司一个理由。我
状态和心情很不好，我真的没办法工作。这家伙怎么了？从来没见到。我们得尽快想办法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好意思，这个问题我没办法回答。给我点时间，好吗？思辰，你赶紧看热搜，你最近推掉了公司的所有工作，然后出现在裴真的公司里。热搜？这不是巧合。小年，啊，先帮我照顾一下小猫咪。好呀。太好了，终于能脱离苦海了。我去你们公司的事情被狗仔拍到了。我要先去公关了。我去走了。小年，你这个叛徒。那只能你陪我一起去了。大家都知道，在圈内裴真的人气一直不如您，有没有可能是裴真方想故意蹭您的热度，跟您炒 CP 来提高自己的人气呢？什么？这位记者朋友，请注意一下你自己的言辞。我与裴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，我们从小就认识，他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，请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。我才没想到，都没有这么简单。思辰又维护我，都是准备好了，但是。谁跟你是好朋友？自作多情。关于我去裴真经纪公司的事情，我是去找他，为了把他带回来，还要找裴真经纪人萧年洽谈了一会儿。你别抱我。傅思辰，这个梦做的也太真实了吧！救命啊，裴真，你快醒来呀，裴真！受够了，傅思辰在梦里都占我便宜。怎么了？我的妈呀！你放开我！乖了，明天还得早起，去照顾佩佩。为什么我一点都不感觉抗拒？刚洗过澡，还有点香，为什么呢？每次看见你，我名其妙的觉得很安心。我都会想起佩佩，一定要快点醒过来啊！傅思辰，叫你屋里可想睡觉。你，哎，你以后啊，别去物理老师那上课了。为什么？你那么笨，只有我能教会啊。你松开，我愿意，你管得着吗？你呀、啊，以后一三五来找我上课，听到没？不许迟到啊！我才不去呢。傻妹妹。傅思辰，你好帅。嗯。现在女孩子都什么眼光呀？脾气这么差都有人喜欢？难道傅思辰喜欢我？你在上厕所吗？你快出去，变态！你不能在这里上厕所的。
不承认。大家好，他又发视频了。林幼苏，真的很抱歉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其实是大家误会了，思辰哥哥去裴真公司的那天我也在场，裴真因为意外不能参加萌宠向前冲的这档综艺了。那天思辰哥和我主要是去洽谈这档综艺的合作，我们真的是单纯的关系，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。什么情况啊？林幼苏这一波发了又删，这什么意思啊？哎，思辰哥，嗯，林幼苏发了又删，现在网上全都炸了，说林幼苏被你给公关了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这波操作啊简直满分啊，这就叫做欲盖弥彰，咱买的水军果然有效啊，现在网上直接都炸了锅了。林小姐果真是组织多谋。那是，放心吧，傅思辰，我们等着瞧。思辰哥，感谢你替我们家培培接下这个综艺，人家主办方那边特别开心，等会儿到了现场说要给办一个欢迎仪式。不用这么大费周章。对了，小青姐，你以前你总是称呼培真为培培。对啊。那为什么每次你见到小猫咪的时候也会培培培培的叫？我这不是毒。毒猫思人嘛。所以我才喜欢跟他说说悄悄话，对不对？好像这里变得真天衣服。你这么说的话，他确实有点像裴真，甚至啊，我觉得他就是裴真。怎么了，小静静？没事儿。没事儿。他有什么事瞒着我吗？为什么变得这么紧张？人会变成猫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到底在胡思乱想些什么？来了来了！哇！思辰哥，快点！我爱你，傅思辰，好帅！谢谢各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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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各位。我愁啊，这本来接萌宠综艺就是不要钱的，要把所有的收入都捐给动物保护组织。我参加，裴真想做却不能做的事情，我来帮他做。大家安静一点，不要打扰到别人啊！安静一点，各位，辛苦辛苦，安静一点，谢谢谢谢，大家安静一点，不要拥挤，大家安静，大家安静一点，不要拥挤。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来的，去吧。谢谢各位，谢谢，姓傅的，配不上我们家苏苏。哎哎，四哥小心。宠物医院。医生，他怎么样了？目前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你确定吗？可是我看他还没什么精神，有什么办法可以快速起效？就是一些简单的擦伤，如果您很担心的话就打一针消炎针吧。打针。好，那我们去打针的地方吧。好。啊，打针？我不要，我不要打针。乖，乖，我们不打针，
我们吃药。嗯，那你说话算话。骗你啊，我是小狗。实在是抱歉，我为我粉丝过激的行为向思辰哥哥慎重道歉，还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我跟思辰哥哥之间的关系。其实思辰他一直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照顾我，在我心里我也一直把他当哥哥一样看待，我们真的是清白的哥哥和妹妹之间的关系，请大家千万不要误会。林小姐，这次发布这样的声明，您真的被公关了吗？你有什么不能说的吗？没有啊，我没有被公关啊。思辰哥哥，你倒是说句话呀。思辰哥，这么多媒体在呢，可千万别动怒啊。今天保护思辰哥哥的这只猫名字叫杰瑞，它原本是我养的猫呢，但是因为思辰哥哥实在是太喜欢他了，所以就跟我一块养了。杰瑞也算是我跟思辰哥哥感情的象征呢。全世界最可爱的杰瑞，你应该没事了吧？这个女人怎么这么烦人啊！你这只该死的猫，今天又坏我好事，我当初就应该把你弄死。杰瑞实在是太可爱了。什么？当初是你故意将小猫咪扔进去的，还是人吗？你这个丧心病狂的恶魔！思辰哥，思辰哥，啊，怎么了？没事。接下来的通告临时有修改，你看一下。怎么改动这么多？哎，还不是林佑苏那个女的，之前就老是想女主加戏份，弄得圈子里人尽皆知的。人家这次直接拉来了投资，特意加了镜头。哎，思辰哥，你要是介意的话，去跟你经纪人说一下，让他调整一下。没事，反正是公益小综艺嘛，只要最终能帮到小动物就行，懒得跟他纠缠。对了，小年，嗯，待会儿帮我照看好他，别让林佑苏踏进休息室一步。嗯，是是是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我先去工作了。一会儿午餐和猫条都会有人给你们送过来，乖乖待着，知道吗？不是吧，我终于自由了。一会儿我就找个方法把自己变回人。走吧你，拜拜。可恶，怎么又被骑了？要不是我的蠢东西居然害我差点毁了容，
留了疤我还怎么演戏啊？当初就应该把他扔在车轮子底下去。您先消消气。你让我怎么消气啊？来，你看看，你看看今天这热搜啊，全都是我被抓伤了。我跟傅思辰的绯闻那是一点水花都没见着，现在全网都在看我的笑话，你让我怎么消气啊？您先别着急，某种向前冲这个节目咱们不是也有参加吗？等节目录制完，一定有办法让这个小猫咪从世界上消失。让它消失？事儿可没那么简单。思辰哥哥，杰瑞在你那儿还好吗？他现在是我的猫了，不叫杰瑞。啊，杰瑞这个名字确实不怎么好听。哎，我看到你跟他的热搜了，你都快把他宠得不像只猫了。我宠的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。你该去剧组的聚会了。你不也没去吗？要不待会儿你去我房间，我们再探讨一下今天晚上的剧本。林小姐，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那些鬼把戏，我不是没有警告过你，也请你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我的底线了。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的人，有些事情我不想做得太绝。既然如此，我也就没有必要掩饰些什么。傅思辰，我劝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跟我合作，跟我林幼苏炒热度并不丢人。林小姐，我觉得丢人。你最后再劝你一句，要想在这个圈子里继续混下去，好好的提升自己的作品与实力。告辞。这个傅思辰真是难搞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是个人就会有他的软肋，咱们走着瞧。两位老师准备好了啊，二号厅。培培，你感冒了？你赶紧想个办法，把我变回人吧，我不想再被傅思辰亲了。你为什么这么抗拒傅思辰啊？我觉得他对你挺好的。有可能他从小就喜欢你啊。我怎么了？少年，你越来越过分了，成天鬼鬼祟祟的。思辰哥，你听我解释。快想想办法，快快快快！我刚刚看你是想删除什么东西，你手挺快的呀。小年，其实我是一个钢铁直男，所以思辰哥，就是这个事情呢。你不下地狱，谁下地狱啊？医生说，你的身体没有问题，能听见外界的声音。可我应该说些什么，才能让你有反应呢？今年最具商业价值的明星排行榜又出炉了，嘿，我呢，暂居榜首，你呀，又是一个千年老二。幼不幼稚？可你不在，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？啊，叔叔阿姨他们那边啊，我瞒不住了，他们今天刚给我打电话来着。哎，得亏他们不会上网。爸爸妈妈，这样也没反应。既然你说这些都没反应，那你应该是听不到吧。告诉你个秘密吧，
当年抢走你直播平台资源的人就是我。谁叫当初你是青年演员当中对我威胁最大的那个？往常你要是听到这个消息，肯定早就暴跳如雷了吧？傅思辰，你这个卑鄙无耻的混蛋！可惜啊，可惜，现在看不到你咬牙切齿、又不甘心的样子了。怎么，生气了？真生气了？想报仇？弄死你！想报仇的话，你倒是醒过来啊。他怎么哭了？原来傅思辰这么在意我。啊，我眼睛进沙子了。哎，他情绪转变也太快了吧。没反应？你为什么没反应？我都那么刺激你了。傅思辰已经把裴珍接到家里了。看来傅思辰的软肋就是裴珍了。哎，我们今年话剧社女主的衣服不合身。哪个角色呀？我看看。你行不行？说谁不行呢？就我这身段，未来的影后。这是哪个角色的衣服呀？睡美人里面的公主。公主？我还是喜欢比较现代一点的，这不行。你不是那么喜欢表演啊？怎么，不试试？这部戏男主谁啊？我。你？我记得这个话剧是有吻戏的吧？我跟你都这么熟了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嗯，也是。有一场是公主摸纺锤被王子吻醒。吻醒？我初吻还在呢。我不演，我不演。你放心，到时候我会借位，用下巴点在你嘴唇上，到时候你醒过来就行了。哦，我的公主，我来了。真是一位美丽、善良又可爱的公主啊！就让我来解除你的诅咒吧。我的初吻，还是当着那么多人的面。你今天表现不错，这是给你的奖励，我亲自煎的牛排。怎么样，味道还行吧？勉勉强强算过胃口吧。你看你吃得满嘴酱汁。你知道吗，裴珍也特喜欢我给他煎的牛排。每次我给他煎牛排的时候啊，他虽然嘴上不说，但是我知道他很喜欢吃。你好像能听懂我说的话，你是不是就是裴珍？完了，看来傅思辰已经开始怀疑了。我怎么可能听得懂你在说什么呢？你开什么玩笑？你看我，我就是一只小猫咪呀。喵喵喵，你看我，我还会磨爪子呢。逗猫棒，我最喜欢逗猫棒了。你看，我就是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猫咪呀。
其实，我有一个喜欢的人。我都做了这么多了，难道他还不明白吗？你说，他喜欢我吗？哦，裴真，恭喜你获得了年度最佳演员奖。今年你怎么一部戏都没拍？是让着我吗 ？No, 我呀，已经找到了我的一生所爱。决定退出娱乐圈了，我们走吧。真，你不要走！你怎么能跟这个女人在一起呢？傅思辰，你回来！气死我了，傅思辰，你个大猪蹄子！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别怕，哥在呢。裴娟，你好些了吗？我爸妈都在家，好难受，头疼。你烧还没退啊？是。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嗯，不去，我不去医院。咱们不打针，啊，我保证。哎，坚持一下，马上到。傅思辰，别怕，哥哥在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长得挺好看的，以前怎么没发现？尤其是嘴唇，看着好软啊。快点醒过来，回到我身边好不好？我就是过来给你们送点早餐。没什么事儿的话，我就先走了。坐好。小青姐，想好怎么回答我的问题了吗？这一次可不要说谎。为什么你去追猫之后，你口中的猫咪就变成了培培？为什么培培会这么聪明？你为什么要带他逃跑？为什么每次你买来的东西都是培真和培培都喜欢吃的？为什么你那么喜欢跟培培对话？为什么我亲培培的时候你会尖叫阻止？为什么每次培培看我的眼神就跟培真看我的一模一样？而这些问题我都需要答案。思仁哥，你能不能一个一个问？你的问题太多了，我们改天慢慢聊吧。不用，我回忆了一下，早就把问题全列出来了。你不要想着编谎话，你只有两分钟的时间来组织语言，然后从第一条告诉我。这……你俩大清早吵什么呢？让不让人睡了？我知道了，原来你就是裴真。按这样推断的话，原来昨天晚上偷偷亲我的人就是你啊，所以你是喜欢我的。原来傅思辰喜欢的人，可是我喜欢他的事情这么快就被他知道了，好尴尬呀。我想找个地洞钻进去逃走吧。哦，不行不行，如果逃走的话一定会被他抓回来的。他这个人很奇怪，没有猫睡不着觉的。啊，怎么办呀？世界毁灭吧。太好了，他终于睡了。有没有什么喝的呀？真是让人意想不到，你变成了一只猫。这
这算什么啊？魂穿吗？这是我这辈子遇到过最离奇的事情了，这一点都不科学，就跟电视剧里演的一样。不科学？不科学的问题说不定也要用不科学的方式解决。对了，睡美人也许有效果。好像没什么反应啊，要不试试伸舌头？啊，不行不行，怎么感觉这么猥琐？想试试能不能唤醒你的身体？怎么可能？你网络小说看多了吧？还有，你亲就亲，你伸舌头干嘛呀？你这个无耻色鬼，你竟然当着我的面非礼我！你现在是一只猫，你这么叫，我也听不懂啊。也是，我不理你了。可恶，再怎么样他也不能。可是，为什么不能呢？他亲的是我的身体，那亲的不就是我了？我怎么吃自己醋啊？这么说也有道理，那我就不能生气了。别生气了，我这不是想让你快点醒过来吗？我向你道歉，是我异想天开了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知道是我自己的问题。我就得生气，就得让他哄我。他要是不哄我，我就说他凶我。干嘛？我这不是想让你快点醒过来吗？你看你，一直做一只猫，我们什么也做不了，不是吗？什么也做不了？你还想做什么呀？你干嘛一脸单纯的样子？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你说做什么？傅思辰，外面有危险，你不要出去。傅思辰，住手！是林佑苏派你过来的吧？傅思辰。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傅思辰，傅影帝，要是你敢报警的话，你的裴真可就永远醒不过来了。放开他！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愧是傅影帝啊，一下就猜出来了。我想干什么，你不是心里最清楚吗？当初要是好好听我的话，事情怎么可能会到今天这一步呢？嗯？裴真要是少一根汗毛，我绝不会轻饶你。裴真会怎么样，那就得看傅影帝你了。你要我做什么？三天之后我的粉丝见面会，还希望傅影帝来捧场。
不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我觉得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思辰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流血了？我没事，刚刚有个小偷已经被我赶跑了。那我们赶紧报警，赶紧去医院。我最近可能会很忙，得拜托小莲来照顾你了。李小姐好漂亮啊，好有气质啊！天哪！见面会就快开始了，可还没有看到粉丝成员。放心吧，他肯定会来的。他就是我们案板上的鱼，任由我们摆布了。本人脸好小啊！欢迎各位媒体朋友们来到我的粉丝见面会。一会儿我有一个重要的消息要跟大家宣布一下。大家一定不会失望的，因为这将是今年最爆炸的新闻。哇，我真的没白来了。听说伏羲自杀的那个暖和，今天真是太阳打西面出来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的。嗯，哎呀，好无聊啊，傅思神这个家伙到底干什么去了？坏蛋，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。佩佩，来来来来来，吃点小零食，看看咱们都饿瘦了。傅思神没跟你说他干嘛去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 我听不懂。嗯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哎，佩佩，咱们就好好在这儿坐着，傅思辰一会儿就回来了，他去给你遍访名医，相信一定可以让你早日变回来的。真的？嗯，你要是在这儿实在太无聊的话，咱们就看会儿电视。我是隐形黑帕。如果有一天，这不好看。陌生人发来的短信，上面说有一辆公司，请说出。这个也不好看。古代名人，哎呀，换换换，真的有点。就在刚刚，等等，刚刚是什么？现在的电视也太不好看了吧！你给我换回去。失忆了哈，不能再加了吧？加。一则重磅消息引爆各大媒体：林有苏和傅思辰官宣恋爱，这可能是本年度最爆炸的新闻。本台将持续为您报道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佩佩，我，哎，佩佩，你现在是一只猫，你是斗不过他们的。你放开，傅思辰这个大猪蹄子到底在搞什么鬼？哎，佩佩，猫咪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灵活的生物了。各位媒体朋友们，抱歉，到现在才公布我与林小姐的恋情。所以你们真的是地下恋吗？在这个特殊时期，确实不想占用公共资源。所以您选在这个时候公布恋情，是为了新综艺的开播预热吗？主要的原因是，我不希望我们两个私人之间的事给观众带来过多困扰，希望大家祝福我们，谢谢。所以您跟裴珍小姐是分手了？还请大家多多关注我跟思辰哥的新作品，以后我们还会有更多的作品呢，大家敬请期待。你要求的我都做到了，你什么时候走人？我们才刚刚公布恋情而已，你着急什么？杀了裴珍对我又没有好处。好甜蜜哦，天哪！你还想做什么？放心吧，我现在对你这个人已经一点兴趣都没有了，不过我还是对你手上的资源更感兴趣一点。哎，裴贝，哎，裴贝，你当初不是你亲口说喜欢我吗？现在是什么情况？
现在我喜欢你了，你又把我甩掉，你这样做是很有成就感吗？你这个渣男，你说话呀！我听你解释，你说话，你说话，我可以听你解释的。这是我家猫咪 Cherry， 可爱吧？我想一定是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忘记给它喂猫粮了，它才会跑出来追我吧。拜拜。其实猫手子，差事关错了，回去之后给你猫条作为补偿。哎，培培的世界坍塌了，而我却和他产生了心灵感应，可以听懂他说话了。培培，你没事吧？你可千万不要想不开啊。傅思辰。培培，你可千万别吓我。啊，培培，培培培培培培，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。做傻事？你可想太多了，你。我不会为了别人的错误来惩罚我自己的。我现在只想变成人，然后收拾他们俩。等等。我门已经关上了，你不能过去。关上？为什么关上？我身体还在里面躺着呢。萧年，萧年，你最好跟我说实话。佩佩，佩佩，佩佩，萧年，萧年，我问你，佩佩呢？啊，培培，培培不见了吗？培培，培培，卧室的门怎么开了？我明明锁上了的。那他一定是去找他的身体去了。你是不是跟培培说了什么？对不起啊，思辰哥，我实在是没有办法。但是培培本来答应过我的，说要等你回来再商量这件事儿。你，哎，等等我。不是我们家的猫杰瑞吗？上次你抓伤我脸的事儿，我还没找你算账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呀？你当自己送上门来了？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！我的身体果然在这儿，早就想弄死你这只畜生，养不熟的东西。这种事儿还得我自己来才能解恨。
我刚全身都直播了，这下你的恶行全网都看见了。我看你这个毒女，你往哪跑？你别跑！别跑！给我老实点，我来晚了。不晚，你从来都不晚。对了，你怎么找到我的？我在你的项圈里装了 GPS。原来上次在公司你也是这么找到我的。现在是撒狗粮的时候吗？快看看杰瑞怎么样了。哦，对了，杰瑞。他在那儿。肖经理，我们非常想采访一下新金鹰奖得主裴真的感受，可以吗？行了行了，一个一个来，不就是个金鹰奖吗？我们家培培啊，就跟在楼底下买杯咖啡一样。但是我们都特别想知道，我们家培培的演技啊，又岂是一个金鹰奖能够概括的？是是 是。但是我们非常想得到一个采访，观众们也非常想知道，可以吗？肖经理，谢谢你了。来。行，跟我来吧。太好了，谢谢小姐姐，谢谢。谢谢，回答哎，不好意思，快开下来了，快快快！别管他们了。这就是我与他和他的故事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小心。我竟然变成猫了！你现在是我的小猫咪了，还想我奶吗？我们这波操作啊，简直满分啊！是不是我太过于优秀了，让你一直活在我的影子里？你也太自恋了吧！小猫咪，你有点臭了，该洗澡喽。洗澡？说出来，你可能不信。关于我与杰瑞那不可思议的秘密，仿佛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。最近总有人会问我，这个故事究竟是不是真的？其实，它只是我创作的一本小说，虽然是虚构的，但我希望它是真的。它应该就是真的。嗯，